新年好呀，2024年刚刚开始，没想到工作呢就那么的密集了。你们有跟我一样的忙碌吗？我还挺享受这种很充实的状态的，其实，但为了让自己能够时刻保持在一个比较能量充沛的状态呢，我会找机会健健身啊，运动锻炼一下，比如说练一练新歌的这个舞蹈。还有一个特别锻炼的一个小习惯，那就是做眼保健操。因为其实眼睛是很容易出现疲惫的感觉的，所以眼周的皮肤深层的保养也是很重要的。今天呢，我就要隆重给你们介绍这个，哒哒，就是海蓝之谜浓修平眼霜。它是我试了那么多产品之后呢，大浪淘沙出来的一个抗老修护的神器。这里面3倍浓缩神奇活性精粹，很适合经常熬夜用眼过度的眼周非常脆弱的这样的一个部位呢，给它浓浓的修护到位。这一瓶呢，我其实已经快要用空了。你们看它这个质地呢，是我特别喜欢的这一种，因为它非常的轻，像云朵一样感觉一下子就推开了，而且它吸收非常的快又不油。我和我的好几个化妆的老师呢，其实都反向的安利过。但是使用这一瓶眼霜的时候呢，最好搭配一套我刚刚提到的眼保健操，但是不是我们那个在学校做的那个眼保健操啊。我来分解一下，讲解一下这个眼保健操的步骤好了。首先呢，就要用这个导流棒来涂眼霜，因为它刚好冰冰凉凉的，可以先去去肿，分别在这个眉弓啊，还有这个眼皮啊，眼下呀，让眼周紧致饱满不松垮，然后再来画个 C， 这样推开，由内向外的这样打圈，眼周呢希望它紧绷住的这样的一个 C 型的一圈，我们一个手掌撑开这里，轻轻的按摩，按个两圈，这样，然后呢我们再像弹钢琴一样的在这里点按，但是动作一定要轻哦。这一套眼保健操做下来呢，明显感到眼周的这个皮肤状态都不一样了。好了，今天的分享呢就做到这里。看完视频的你们呢，马上起身去给自己做一个眼部的按摩吧。